被。那放大的棉被还是小的棉被？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哪一个？小的。有没有发现意见分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没有告诉大家，今晚真的很刺激哦。好，答案是要放小的棉被，因为我们是做单人床嘛。如果你放大棉被，你就盖小棉被了耶。如果你还是企鹅，你隔天早上可能会着凉哦。好，所以要记得小棉被先放，再来放什么？妹妹要上来体验咯，来来来，妹妹走这边。好，请大家给若雨一个掌声。她要来体验放流了，来，鞋子请脱掉。今天每一个人哦，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在海生馆的哦，每一个人都是哦。那你今天睡在这里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到，如果一个家庭人比较多，大家垫在一起垫背靠比较。